等一下，直接往中场走，想去追路链了。路链的灵鸠是放在了墓地外的走道上吗？先看一下，放在路边了。对，因为傻鹿这边是看到鱼旅来的方向，想要先进墓地跟他绕两圈。而且这里是一刀的话，其实车是能到的。对于傻鹿来说，有个拖车机会，不过他选择往墓地深处去转。看一下，看一下这波圈，这波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拿一刀了。 主要是脸上没板，打完这一刀之后，车也来了。是的，但我觉得他应该不考虑坐车吧？要不要考虑往中场去喝酒呢？哦，还是选择了坐车。对，不坐完车之后，杨某人这边可能是想要先管红蝶亭的先知。这里封了一下，卡蒙的位置比较危险，一个博弈刀，交了一个飞轮。不过这里也是很细节啊，转向了另外一边的半区。 卡蒙身上的水气并不多，还行，搜杀，这里应该要顶鸟了。哇，好极限啊，感觉。对，看着出刀给的鸟，但是我们知道鱼女出刀是非常快的。对，前脚非常短，所以他是看到抬刀之后还是极限给了一个鸟。没错，那这波给了杨某人一个一阶的回右冲刺状态，但是没有交，事先把闪现逼出去。 而且卡梦这边已经吸出来下一只鸟了。哎，我们看到很细节的一个点是，撒兜跑去见了一面卡梦，再交一只，哇，这个男人吸鸟的速度也太快了。对，基本上是在贴脸修下一只鸟都已经吸了一半了。对，第三只已经一半了。现在最关键的路脸师会不会帮先知给画一手，八成的鸟。哎呦，已经画上了。<笑> 那这一波就看杨某人举到哪，你举到离灵鹫近的话，那么我就先让佣兵救一手不反。看一下他们的选择，不反了，就等佣兵下来再救一波。因为灵鹫的位置比较近，S 版吧，好像在中场那个地窖点。哦，那这一波看一下佣兵过来，下一波就往甲门跑嘛，把灵鹫给移到墓地去。 就看无心这波救人了，所以三十还没救，有点现空救。那现在得小扛一下了，无心，至少要保卡蒙把这只鸟给吸出来。已经吸出来了，哇！但搜杀的同时是把卡蒙给收倒了，但无所谓，卡蒙要离开墓地最远点，因为这时候杨某人的闪现还没好。对，然后他已经倒到了一个比较对角线的地方。是。 再拖一下，选择往 S 版挂这个地方到墓地确实是比较近的一个方向。且下来之后，他其实还有一只鸟，看他有没有一波下一波牵制的机会了。但是密码机还是少了挺多的，因为这波双倒，有一台是少了80，看一下调酒师已经碰上了。这一波是选择直接把整个墓地圈起来。是的，先收一波大的。什么收到？收到了卡梦。 50甚至是把墓地的密码机也封住了。对，已经是71的水汽。但是卡梦这波是有鸟加有飞轮，那边承载想过来帮忙，基本上是宛如开局。这波我又再次收倒，且这个是承载是有飞轮吃刀了。是的，但是卡梦这一波是鸟和飞轮都没交出来，太亏了。 那这样的话就有一点难受了，还好就是密码机还是比较多的，但中场这台会被压住。是的，现在对于杨某人来说，可以去找下一波节奏，想找无心的佣兵先避一下护腕。这张闪现已经好了，那也是看到调酒师去独栋那个方向新开了一台。没错，这一波搜杀没有收到。 杨某人前面的两波搜杀还是收的比较好的，两波都是把卡梦给直接给收倒了。对，导致他没法交出那个鸟来。对，去中场的压迫一下傻豆。是的，哇，这一撞非常精准，也是直接撞到了，再收个叉能不能收到？80多的水汽。是的，直接在前面。还想蹭，还想蹭。对于傻豆来说，重情况就是贴墙，贴墙站着，不让他去收圈。对，不过剩下两台密码机还是离得比较近的，独栋外面跟中场。嗯，没错。 那路链师这一波其实得找佣兵稍微调整一下，感觉。因为杨某人这波是有可能钓鱼执法的，他是把人给调回来中场，所以这两个人必须得去进行调整。
离开主洞以后，看一下九九师那边是顶着水汽在修，好像有湖万条弹走。是的，弹到墓地。这三连太近了，中场两台，主动一台。对于妖魔人来说，他能够很好的去围住这个密码机。对，主要是距离还是不要近，只能慢慢磨了。是。现在承载得站出来扛住啊，不能倒太快，给到外面两个穹者。 我无心是摸了一根针哦，摸了针了，那不用摸了。对，先自己扎一下。是的，然后入殿师就可以去给中场一个压力，一波搜杀又没搜到。他们的选择是想让入殿师去外面再多开一台，然后三个人来卡三台密码机。没错。<笑>不过下面的这一台密码机是在中场二楼的位置，也可以稍微管一下。这一波承载。 直接包住一个大圈，对，非常的感觉要爆了，出去了，99，哎，非常顶掉了，一键交了一个飞轮，把水汽卡掉，前面一个反五真干翻呀，那现在坏消息是带到中场了，一波收，直接倒在了中场的这个位置，对，可以多拖一会儿时间嘛。不过这波的话，杨某人如果选择再挂的话，密码机感觉差不多了，没错。 他选择挂地下室了，主动有地下室，哎呦，太难受了。无心这边挂上吗？又摸到了一根针。这男人，<笑>他可能本来想挂个道具，结果又摸到了针。对，这个时候要个护腕啥的，可能更好。对于承载来说，手上有一瓶加速9，且现在地下室感觉太难救了，对，不太好出来了。下去都难下，还要出来。 没有道具的佣兵，一个冲躲掉了，再撞一波，那这波搜杀应该直接能够收掉血的。椅子面前，直接拿刀，那调酒师这里得把自己的加速9给交了。看一下人呢，哎，哦，跑到后面，调酒师跑到主洞的后面。对，这一波是想先跟佣兵把他给打倒，闪现把佣兵击倒，然后再去管门口。 不过这一波还是选择把人挂上，对杨某人来说，他们的战术体系全都实现出来了。尽管保平，求生者去争三跑，目前也是微博战队来说拿分的一个战术吧。对，那挂佣兵的这回的话，是承载已经从独洞跑到门了。是的，其实中场没有地窖的话，感觉他可以打得更凶一点，去看一眼门可能好一些。 红蝶河直接往中场下面走。对，但小铁那边是已经板子都下好了，跟你绕圈。双弹前锋呀，双弹前锋你是有点头痛的。对，先踩个板。感觉这里的话应该要去甲门找一下入殓师了。哦，是直接继续上二楼，没有往中场转，分工非常的明确。对，管大龙，管不了佣兵，真管不了，算了吧，还是去甲门。但这样的话，哎，炸到了一下，这是单雷炸到了吗？对。 大龙这一波被个单雷给炸到，好亏啊！给他们这把是没有像心理调酒这样能回状态的，他这一格可能会成为伏笔。对，那现在皮线血赚啊，把人给逼到中场，还能再赶一波佣兵的一个身位，一个二连雷非常准。前面帮忙下好了板子，再来一个二连。对，不敢冲上二楼了，因为他封了楼梯口。没错，这边也没有跳楼，直接往下差了一点点身位。 想找前锋，三连雷到了，直接秒掉！我的天哪！不过前锋也不敢撞，大平地的，选择是往 S 板方向举，那可能这里前锋要不要考虑撞救呢？让陆恋拉开，不过皮皮剑防了一手撞救，然后铺个雷再选择签。是的，哇，非常的稳。那以这个机制导速度来说。 皮皮剑保平是有机会了。对，选择直接反，而且这里有个什么说法，就是他想反升让前锋帮忙撞断传送，不过皮皮剑直接是走回去了。陆恋师在甲门这个方向应该是不太好牵制了。一个窗台，看一下前面那块板还在吗？前面已经被踩掉了，已经踢掉了。再来个三连雷空了。对，没有连上。不过也还好吧，这波其实没有帮队友拖到很多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敌时间结束就到了。对，这波感觉要卖掉了，这波救人方面是没有收益的。
且他也不好救，而且佣兵也四分之三状态嘛，是吧？中场的密码机感觉要被控了，直接管住，是吧？对皮皮来说是有三抓的机会的。对，而且外面一看，两台密码机都在抖，知道只有脸上只有大龙可以直接出去拦大龙，是，还在抖。但是他也怕，他怕的是佣兵的那个护腕能力，万一我从左边绕，对吧？跟着你就从右边弹过去。但现在感觉是可以的，因为这淘汰进度大龙是不太好救的，手上有一个传送，看一下没机会，来不及、啊、这个淘汰进度是来不及的，把人逼到了椅子边上，前面这个雷好像刚好感觉刚好能炸到吗？全爆了，满了，再交一个护腕，但这个护腕没有拉开特别大的身位，是的，这个护腕还得交，他现在暂时还倒不了，又炸到了。手上有遥控雷，不过是没有交，前面弹出去以后，这遥控雷要不要甩？先用一个两秒雷封住路，哇，一个神奇的走向二连雷，终于摇倒。看到场上密码机是插了最后一台整机，但是大龙的护腕是全被逼完了。对，对，这波得看一下前锋的发挥了，前锋要不要过来？前锋好像是想要进行撞救吗？哎。这里巷子口小铁没有撞，又防，这也防，哇，还真的防到了，还被他给预判到了，他应该是已经是牵了一个特别远的距离，假装我不防了，是的，这波举起来以后看一下这个时间，小铁来得及吗？撞到了，撞到了，一刀直接打倒前锋，那感觉这里可以再逼一下，因为密码机是不够的。对，而且现在的话，大龙是没护腕了，所以还得把大龙击倒，再回来挂前锋。三连，好，回去挂前锋。先挂前锋吧，因为密码机就算马上亮一台，其实回到那边是补不掉另外一台的。对，不过他还是求稳，先把佣兵挂上。牵回去，不过牵回去了之后，其实那边前锋也可以再挂。小铁，这里是有机会能够，哦，他这马不是飞轮，但是也起了，也起了，起了，手上还有一些球，直接拉远距离。对，不过这一波如果能打到小铁，就是四抓了，因为是没有自己的前锋，然后那边病患再赶过来，没人在修机，传回去椅子面前给病患压力。那对于回道来说，这波救人也很关键，能不能把这个平局给捞回来，就看回道这一波了。对，这一波他救的话是有机会保平，不救的话那就是，但不救的话有机会跑一个，对，就是三抓局。因为这把前锋其实没有自己没有道具的情况下，对于微博战队来说要跑一个还是有点难的。对，我曲皮线的话，因为前期在手里的时候已经把传送给交掉了，是，所以现在压迫力已经没这么强了，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先去逼迫一下冰幻。没错，但我觉得他可以去管密码机，为什么呢？因为独栋这边是没有密码机的，没有遗产的。对，但是他也怕说走回去那边密码机开了，他可能是决定开门战针对回忆打吗？那前锋补掉了一台，第二台是差10%的密码机，现在管不了了。在中场看一下，逼过去以后能不能，哦，还是继续追啊，没有考虑去往中场靠。哎，靠了靠 了，是的，因为他现在的话其实继续追头铁去追病患是没有收益的，你还不如去压中场这台大遗产。对，先把这些板子什么 TET 嘛，然后拖自己的一个传送拖出来，而且如果有传送了，我再往回追，那么我才有一个传送回来收前锋的收益。对对对对。对，而且前锋的位置他是知道的，因为前锋刚刚是在墓地修完了倒数第二台密码机，哎，前锋摸了一个怀表，被逮到了。这前锋是一炸就没。这个身位，交表是晕不到的。对，所以皮皮也没有深追。他现在主要是躲雷就可以了，然后再回来赶中场的修机的人。是。他往中场丢个遥控雷啊！如果前锋敢去补密码机，那么他就一定会倒地。一个二连空了，这一波再把道具逼完，然后再回去。那前锋感觉还是得再摸点箱子啊，他这个状态就真不太好去碰那台密码机。对，主要是压中场的这一台，然后剩下另外两台是在 S 板还有甲门的方向。回到手上的道具也被逼完了，哎，回到也开始摸了，是的，就打最后一台，看前锋能不能摸到根针吧。哎，摸了个护腕，护腕的话很好，但没用，不太能够保护他开完这台密码机。对，说补了一个遥控雷在密码机面前，然后现在再去压回忆，
是的，有一点边还是没有把这个箱子翻完。他这里对皮皮线来说就是三步一回头啊，时刻注意那个中场密码机有没有抖动。对，小铁已经贴过来了，一个二连还是空了。对，还在追，小铁那边。他要防1/1，1直在抠空密码机。这小铁那边因为他的状态只有一格了，这二连又放了雷，炸到了一下，一刀。 小铁那边看到了遥控雷，他是真不敢修啊！对啊，那现在两个人都变成这个状态了。哎哎哎，关箱子声音，皮皮线能不能听到？听到了吗？看到了，一个摇，直接传，而且还要传过去补。那现在前锋这个位置非常危险，看一下把这个传送逼掉以后，不想深追了，他觉得回忆会立刻回来摸密码机。主要是他这台进度太多了，而且两个人其实。 不是特别好的状态，他没法进行一个人蓄力才的拉扯。有箱子的声音，这一波有没有说法？摸到针了，病患。是的，那小铁手上是没有道具了。这一波继续往外压，一个遥控雷的身位有没有？有这个遥控雷摇到了，成功一个，感觉这里好像蒙不太到。是太远了，不想摇。对，他是丢了个单雷。哎，绕过来，前面能不能感受到小铁的位置？ 没有，如果没有排到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在中场封个遥控啊。是他就是要等这个遥控雷的，等中场这些爆掉，然后再丢了。哇，选择库的是40秒，然后再补了一个。没错，已经在地下室摸箱了，小铁。现在密码机还是没有动，他现在又要拖自己的传送了。这里有一个耳鸣，怎么说？好像能嗅到吗？ 皮皮线这走位是非常的，直接下去。对，两个人都有针，但是两个人怎么扎呢？直接炸倒了。我觉得要不举了吧，要不举了吧？我觉得地下室，看来不来得及了。现在密码机90，感觉能看。但是雷的话已经转成红色，马上就要爆，他现在不敢。92回倒要炸开，能不能枪开到？炸倒了，99的密码机。哇，最后的一秒太极限了吧！这一波是。 我感觉皮皮线好自信啊！对，他这波是掐的刚刚好。闪战，看一下，没有往球上去，是选择直接去追鬼屋的杂技。对，而且魅客是选择在鬼屋的外圈先绕一下。是，现在已经看到脚印了，那这里可以交球封门的。交了，直接封住，交了个土球减速。心里那边密码机是被封掉了。没错，现在。 继续上楼，感觉鬼屋杂技还是挺好牵制的。这个碟，哦，好像还打断住了，是丢被魅客给捡了吗？他这个碟丢下去的时候丢早了有点。那这一波，这一波飞一刀，有了。感觉刚刚魅客是有一点想翻的，是的。后来觉得啊，不敢了，不敢了。看一下，想往车站靠，车是不是被心理直接开过来了？看一下他的走位。 对，所以皮皮线是选择了从另一边先回去堵住他的路。那魅客也很聪明，选择往起点方向拉，准备去跳站台。但这个身位应该是上不去的。哦，不过还好身上捡了一只碟，就看这一波了。感觉红球一交跳下去，在丢碟，皮皮线直接追。那这个距离，直接交飞轮，这样的话进不了板呀。这波飞轮感觉交的有点急了。 毕竟是带雷手兴奋，他也不是特别怕前锋。是的，现在看到前锋在往杂技的脸上靠了。哦，一看是发现人皇桥那台密码机不抖了，知道是坏木马那边来的求生者。没错，这波已经看到了小铁，选择是直接拉球，而且皮皮现在防了一手啊，防了一手小铁来一个回旋球，把自己撞晕，先拿一刀。 这一波如果小铁要补撞的话，那就是一个双刀。对，只能先跑了。是的，只能先跑了，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牵制到化险危机结束之后，让心理去移情吧。哎，这波骗身位骗到了，先拿到刀，稍微博弈了一下。这样的话，半状态的前锋半颗球，感觉也不是特别好 OB 啊。对，感觉得去预判一下了，预判这一波可能是兴奋。倒空地的话，也不太可能再去 OB 了。 现在前锋在鬼屋直接开新机，心理学家进行一个移情，由回岛再救一波。救下来的话，杂技手上是有一颗红球的。
看一下能不能够拖过这个化险为夷时间吧，从二战去考虑做一下车。先拿佣兵一刀，也算是一种逼救。刚刚的话，心里的移形已经给了前锋了，现在佣兵可能还需要去调状态。是的，两只叠，这一波博弈很关键了。灭客手上是有球的，一刀空了。到。哇，而且还封住了。对，不过现在的话还是化险为夷的时间。那等下一只叠吧。 先把板子踢掉，不太好去拖更长的时间了。哎呦，但这一波身位还是拉近，手上费论也没好。看一下求生者方那边是佣兵跟前锋正在进行一波调整，把三个人都摸满，选择先往鬼屋里面绕一下，怕皮皮线直接一个叠丢到头上去。是的，这一波过去有耳鸣了。 应该会进鬼屋寻找，看一下佣兵很急，来不来得及摸80，80，感觉好像有强行还起，但身躯很近了，考虑一下追随追前锋，拉球到窗户去。老铁，直接把球全部交完，这个地方到不了窗户，是有一刀的机会。然后再跳下去，这样的话小铁可能也要倒了。没错，而且还要压住鬼屋的这台密码机。对，四分之一的球，直接交进板。哎，这个身位能拿到吗？没有拿到。 好可惜啊！那没关系，等下一只碟，对皮皮来说，他这把就是保平的概率已经很大了。对，哇，一个刹那过来。直接打倒。现在再把人往鬼屋后面挂，那对于琼斯来说就是少一台半的心机啊。是的，而且这波回忆还得过来救外面，还是只有一个心理在修。是的，而且关键是这一波就算救了，没有化险为夷，密码机是拖不够的。你想想，心理开完这台还得再开一台心机。 能不能找到进行一波逼救呢？没有找到，原地起飞，已经看到了回忆的方向。对，应该准备打一个落地刀。哎，打到了，双倒，还要给个双倒，那单倒的话密码机真没了，真不够了，真没了。佣兵本来半状态，他还有机会去卡一波。对，而且他们这把是没有飞三连的。哇。 这波小铁没有防那只碟，那这的话很伤很伤，你还要倒。感觉自己要真死了，皮皮。这个双倒给的有点不太应该啊。重新去起起点的密码机是完全不够啊。是的，而且佣兵倒地了之后不用管，我只要管一下保证前锋先挂飞就可以了，外面是差一台全新的密码机的。这一波心里也不太敢去救了，没有耳鸣。 其实他们这把已经是没有留三连了，所以你佣兵只要救两波，再扛一下是有机会够的。是的。现在，那考虑皮皮先考虑直接去找心理吧，因为他知道佣兵的位置，他那个位置，只要你起来，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没志气的。他先防一下，看一下心理有没有过去摸人，并没有耳鸣，没有耳鸣，那回头直接去找心理。 外围碰了一下密码机，消乌鸦，但对于心理来说还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没有摸道具的一个本领，只能去通过密码机。这一波要把人给逼回来了，他只能强修，逼佣让佣兵有机会自起，逼皮皮线过来。他佣兵自起完之后，你很难牵制到说，是，他还要修完一台密码机，一个飞轮，飞轮还直接到了这一刀。 那可以看到回忆起来以后是没有选择修起点的，是往鬼屋去。这里再交一只碟大龙，回去骗了一波身位，可以拉一个反弹。密码机是30多，是的。他修的是鬼屋后的这一台，所以是20多的那台。这里感觉只要打倒皮皮线，就一定会直接切船过去鬼屋了。再来一只碟，这波卡视角飞得非常好。对，要倒了。 这边回岛感觉得放手去翻箱子了，但皮皮线应该会直接传的，因为在插刀的时候回岛还没有放手。是的，所以皮皮线已经知道了，而且你回岛起完之后，其实他也只能在起点这两台机。对，起点还没车呀、啊，你去起点反而更危险。对。接下来就是在心理自起之前把回岛给击倒，手上的护腕还有一个。 心理那边已经80%的一个进度了，好，已经起了。对，但现在的话，回忆得牵制到说心理起来还要把密码机修完。是的。
天地，因为是没有自起的，所以你只要倒了，又一个护腕，那边密码机百分之四十，有点难呀。那皮皮线也只能继续针对了，因为你这时候传送没好，你去跟的话意义也不太大。对，就看一下回忆这波能牵制多久了。是，密码机已经六十，这里骗到了一波身位，这个板的博弈很关键，博到了，一刀，打到了这一刀，那感觉得举了，得去往一个。 终点方向举回到，对，然后一会儿等传送好了之后，看一下能不能传终点。是的，或是直接丢叠过去再传回来也可以。所以想卡这个最后的交互时间，但是直接先，密码机还是不够，往鬼屋里面举吧，看你开不开。你不开的话，我就举到桥上，我举到桥上去挂。但是最终还是怕摇下来吧，所以。 这一波他知道人是在帐篷方向的，对于大龙来说，想要做完整个佣兵的淘汰进度是非常难的。对，已经排到了耳鸣。是的，现在看一眼地窄。地窄好像在鬼屋后这边。没错，哎，这里能看到吗？感觉好像看，哦，没有，是我们的观战视角能看到。哎，看到了，刚刚那个箱子，对，箱子的那个缝隙看到了，心里。他的视力也太好了，皮皮线。 今天两把四抓，白木马，直接拍。是的，看一下他往起点看了一眼，那他走的路线是起点到鬼屋，然后再到桥上吗？或者说就直接管起点和鬼屋的两个人了？不过这样走的话，有一个坏处就是你救人位控不到那么多的状态，对，你可能只能控到前锋的。是的，只能打到前锋了。那拿一刀。 这一波就看他下一个目标吧，我觉得应该是往鬼屋吧。对，毕竟鬼屋的话，他知道是邮差啊，他去把邮差打倒，是不是能够克制到求生者更多的密码机破译进度呢？但他选择去桥上，想去桥上先把桥上的杂技给打了。哦，桥上是佣兵，能找到吗？杂技的镜像，佣兵好像已经拉到终点去了。对，杂技的镜像好像不太好找。 在帐篷，要不要进帐门看一眼呢？感觉这里好像是能砍到一道，能不能？能砍到的话，那挂不了前锋了。没找着，哎，那只能赶紧挂了。是的，他是在帐篷口的那个位置。那这一波是等于只砍了一个人啊，对，转，而且是把杨某人带的是一个闪现。是的，这一波人他是考虑往起点，他觉得前锋可能会倒在原地。 而且这一波你发现没有，邮差在鬼屋里面他不松手的。对，他就硬修。对，我硬修，我让你以为我这个人他不会倒在我附近。对。还在找，哎，但是排的方向好像是有点对了。对，大致的方向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前锋起来了之后还有一整个球。没错。这里几多少了？还在排。哦呦，距离拉近了，排了很久，要不要进去看一眼呢？已经知道了吧？ 突然有耳鸣了，看一下，应该先拍照了。到了这波自起，那也知道了这里是个前锋的，对，就两个镜像都打他了。这波的话可以牵到鬼屋里面去砍邮差的镜像。没错。所以这一波就得来一个佣兵了，防止双挂。但是密码机因为已经掉了三台。 所以对于杨某人来说，他不好四抓了。对，而且前锋他这把这波是没自起的，对杨某人来说，守住前锋的这个上椅会更舒服一点。对，哎，砍三个，直接砍，再挂前锋，那还把杂技给揪出去。佣兵有没有过来卡呢？无心已经到了，无心已经到了，金枪进来了。这波感觉有九尾偷啊，下来前锋了感觉。是。 哦，他举的是佣兵，双双里面那个人是佣兵，但是无心感觉还是得换啊，得强行换这个前锋下来，被他举了也无所谓。那边把前锋给进行一波调整，他们的这波的状态都是能调满的。回牌回到了桥上，但是他觉得他应该看到了，这里看到了，对他觉得终点一定有人，对，可以直接把无心的举起来，前锋那边已经抹满。 救下来的话，佣兵还有三个护腕，所以对于球人来说，这个节奏还行。因为约瑟夫现在出不去啊，你要接传出去，你就没有机会把人击倒，对吧？你要走出去，除非你能拦到这个救人的前锋。对，但是他有满球就不太好拦了。卡梦这一波在桥上
无所谓，他给你压力，我给你压力，你不敢拍照呀。而且他可以压满救。对，你就是必须得拦着我，你只要往回靠去拍照。好，他一定过去。哦，没过去。是从后面绕了过去。对，而且其实他们可以选择压满救嘛。是，因为他们现在只要跑一个就行。桥上这里是感受到心跳了，所以让桥上的人先松手。 那已经在处理前锋的镜像，桥上可以再修一修，得赶紧把前锋对他先抢开。对，现实世界承载，哎，看到放手了，承载不能回去的这一波一定要防，闪现击倒，那感觉有机会吗？压一铲了，89的一台大一铲。是的，然后一会儿镜像倒塌了之后，还要退回一点。他再去把前锋挂上，前锋没有自己。 但是前锋那哇，通缉到了前锋，通缉到了前锋。前锋的话是在跟佣兵调整啊。是的，在双窗的位置。这里承载有没有机会啊？65的治疗进度起不来，那没办法。我们可以看到邮差已经在起点开台新机了，这台90的一铲，我说不要就不要。对。 且他们这个状态有个坏处，就是佣兵还可以再吃一刀再救人。是的，是对于亚姆人来说很难去控到了。没错，而且他闪现也交了，佣兵这一波是可以稳救人的。不过他选择在原地再摸一下前锋也不着急。对，前锋那边也是完全，邮差那边也是管不到。是因为前锋是没自己的，你这波不去摸他，太伤了，有点浪费节奏。看一下五星这波救人选择。 直接让前锋贴终点了吧，这把应该是奔着一个三跑去了。看一下这刀没有震慑，拉了下来。亚某人这波怎么打呢？是要针对佣兵打吗？密码技已经压好了。对，但是佣兵有三根护腕，三根护腕开门，通电。且那边卡梦的话也是满球，贴了个零了。是的。然后再拍一个照片。 看一下，点了一个门，这一波感觉是奔着四跑去了，脸上有地窖，而且卡梦满球，满状态，而且这把亚姆人是没有挽留的。是的，可能这把就真的四跑了。对啊，就对于亚姆人来说，他可能也还要拉满球，哎，撞，想拉一波，虽然没撞到，而且这里飞轮躲了一刀。 队友那边能出门吗？一个小陀螺再次撞到，感觉也是双方感情应该是比较好啊。对，双方的友好交流。老队友嘛，这边看你切了个聆听，那卡梦这里也是开始表演起来了。对，他说我有半颗球。对，一个小陀螺还再回来。哇，我建议以后前锋只要一拉球，自动切到他第一视角，太帅了。<笑>真的，真的你切早一点是吧？对对对，只要一启动，我觉得可以切，因为。 我们场上的前锋其实需要很多博弈和撞人的嘛。对，但是恭喜GR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打得非常漂亮，2-0，非常的酣畅淋漓。今天不管是监管还是求生者都发挥拉满了。是的，今天的话PP线也是拿下了两把四抓，而且第一局是后手上来，队友保平我来四抓。嗯，看到这边是往小房去，想找打气。小房是的。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天赋方面看啊，如果说这一把真的开局死抓守墓，是真的可能会有大说法。对，但是现在啊，小陈他的打法是偏向一个控场，然后再进行开局之控场。对，所以说这一局也是看到他一个选择吧。这边的话也是找到了守墓的位置，这边是两边同时在驱赶啊。对，你看就是说嘛，控场，我先控住你，对吧？让你跑跑图什么的，我再进行一个追击，找一个突破点。对。 但相对来说呢，这一波起的节奏呢就会慢一点，对于小陈来说，是把两个人全部逼到了三半的位置。这个走位两个人赶到了一个位置吗？这边杂技的信徒也没办法带走呀。对，另外一边原神刀脸上了，这边白给他打断了。我的天！哎，这个拉点我感觉沟通有点小问题吧？是没有沟通好这里感觉。那这样子的话，两个人又在同一个地方跑。 这信徒还是拉不走，这个我觉得成都GG这个开局，我觉得是有点是没有拿捏住小陈的想法呀。是的，很难受，因为这个位置我完了要倒了，这个位置，而且铲子 CD 没有好，这倒地节奏两个半台。然后这一会儿我们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因为选手们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天赋方面看，我感觉要出大问题。是他们这一把只有一个化险为是在445的守墓上面，这一波守墓人上一之后，你下来只要打到针对，你没有人能带他走。没错。
而且这一局你干扰密码机不说，你还没办法束缚修一个信徒送到。那另外一边这个十八的信徒呢，肯定是我就是能早送就早送掉了，对吧？正好解放自己的密码机，不要惦记着。那个枯草这边也是及时赶过来，想去进行一波救援。这边是哇，直接给到一刀，刀。那这个节奏你没有二六了呀，这边下这个身位不够呀，一下、哎、完了。这一会儿就暴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看啊，补个信徒，枯草就挂机了。对，而且你看小陈现在会想的是什么问题？你前锋这边无物来撞，你没有化险为夷，是不是？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冲化险为夷一定在守墓身上，剩下外面心理和杂技大概率是不带化险为夷的。对的。这局最痛的点，这个就是成都机，他们就喜欢打一种就比较走钢丝的打法，对对，很偏的一种打法，直接放狗拦截十八，十八这边就算过去救难度也很大，直接是秒切了一个闪现，想打断一个自己放狗的后摇。咱这边看能不能拦到十八这边的，也不打算去救了，感觉小房这边去卡这只狗。不过好像刚才是踩到了一个土球的。对，但好像有飞轮嘛，哎，这边是直接给到一个闪现了。是，那这个人你救不了了，救不了，切回来一手。这一局好舒服呀，小陈。现在你看密码机出大事情了，就要冲着四去了。对的，前锋那边挂着寄生还被通缉的，因为心里在第一波的话，你杂技送了一刀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掉这个技的。对，你后面这边不管是续杂技续前锋都可以，他只要找到一个不让你们有一个调状态的机会，这一把皮皮这一把小陈他这个场就控住了。对，那现在也是看到这边在逼着枯草的位置，找到了呀。坏了，虽然你球多，对，是吧？但我节奏好呀，我这边以控为主，没错，总会有给我机会的。另外一边皮皮虾那边也修不踏实，这状态没法调呀。哇，直接是拉球被打断一刀，这个应该是四的主角，这密码机是，这把密码机肯定是修不够了。是的。另外一边有个什么问题啊？心理这边因为已经自己是个两刀解的状态，你这把你也不敢去给外面去调状态，因为一调你自己就是突破口。没错，现在没有化险为夷，对于女巫来说，你化险为夷带的越多是越好的。直接闪现过去，一个飞轮也被预判到，再给到一刀，残了。天哪，这个局想不到，求援者拿什么办法可以去扳回来了？这一把就开局打断了那个守墓的铲子，开始就整个天平就已经过去了。因为在开局两个人拉同一个点位的时候，你再拉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又走同一个点位，对，等于说这一波你吃了这一刀，你并没有说带走，是，就，赛前咱说对吧？你这个天赋带，我们说首先一定是很有风险。如果说你这一把这个多带一个化险为夷给到前锋身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场面倒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崩。是你起码有一个周旋的时间嘛？对，你想当时那一波，就算你没有化险为夷前锋过来救下来之后，你扛到一下，你是不是还是留一个人？外面守墓人你走不远的。对的，你绝对是不会让你守墓人把这状态调起来的。没错。那现在场上的话，两个道具，是吧？一个杂技的球，一个心理的印记，这两个都是没办法换的，没有办法去调的自己。是的，而且状态也补不好。你们更不想，更别想去碰头，更别想去救人。那现在这把就是个妥妥的一个四抓局了。对，我就耗着你们嘛，现在就拖时间也没有说法。其实我们想一下开局啊，对于求援者来说，小房以及三板这个位置是我们平时不管是排位还是什么之类，经常会遇到一个特别难搞的点。在这个点的沟通的，哎，我这里是这个闪现是预判到了，挺秀，但是这样的话也只是多拖延一点时间。对，密码机毕竟还有三台呀，没办法，没办法，这个死局，真的是。你说这一把要想着帮成都机器这边想着去走一个的办法，很难。这我们平时对吧，解说我们经常会给写一些那种梦幻剧本，你这一把你都写不出剧本来，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连一个翻箱子调状态的能力都没有。是的。咱们就说一下前面那个两个人的一个拉点吧。我觉得这个你这话也是击倒了皮皮虾的心理。这边击倒，看到这边三板的密码机在动的时候，这局已经没有了，没了，没了，没了。已经看到位置的话，你很难再去说拖一个自起啊等等之类的。没错，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来直接闪现击倒了，也很果断。那。确实，其实本身这个时间从这个场面来说啊，也只是说如果说真的要去拖，也只是拖一个来回再交一个自起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整体来说是翻不了的。那对，而且星河这边也是带了双弹嘛，所以说牵制你的话压力不大。对，因为他更多的这一把他是要打的一个提前 OB 的串联，或者说自己牵制，所以说他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带化险为夷的。没错，那到三板这个位置的话，果然是找星河，小已经看到快踹，但这个距离想去追击片秀雕像，两个雕像都没夹到。哇，那他这把天赋是张狂底牌带快踩啊？对，哇，好拼，要争分。那这边拉一个球，直接拉到了小房的位置。
但是小房这边没有任何，但是阿东东在小房，这个一个拉点回来的话，哎，这边两个夹，是的，这边要防吗？哎呦，还冲到了阿东东。那这个状态就有说法了呀，对，因为一个化险为就是用兵的，你要找这种状态的呀，没必要，你知道吧？就这把他想的是我拉回来，然后让小房这边帮我偷下一个板，砸到一个头，帮助转点。是的，但是其实没必要的呀。那这个夹让前锋的牵制也有很有压力。对，而且你看星河现在球不多了，没球了，而且你还把一个阿东东这边不但是被抽到一刀半状态出去得调状态，对吧？你还干扰了一台遗产值，外面只有两个人在破野，外面这边在帮佣兵调不状态，只有一个人在破野。是的。星河这边状态很慢，还在往那边带，完了，那这边带走啊，对，吃一刀带走吧，你不能再干扰到外面那边佣兵调状态了。嗯，这边也意识到了，小木往那边看了一眼，这边一个坟场丢过去，有没有夹的机会？有点危险，夹、推回来了，过来一下，还好，不过手里边有闪现，另外一边小弟过来给放狗 ，OB 位有闪来了，对，哇，这就是 OB 位，对对吧？我放了一只狗，你就必须换抓我。是小弟这边主动站出来，另外一边也是放，不过给直接平地给完一刀。他现在这边可以追小迪了，手里是有闪现的。对，因为现在对于他来说的话，他毕竟带了个张狂，是吧？我开二阶是最优势的一个选择。对，而且你想，星河这个状态，你等到说你去处理完小迪一挂之后，你外面你还是得调状态的。你星河这状态，你外面是修不踏实的。没错，但像我们说的嘛，大房这个位置，夏木木还是不选择抓了，毕竟，如果说红蝶的话，还可能考虑一下。是他因为也是觉得说星河这边的，但这边一蹲的话，但是看到找到了呀，看到了破碎的这个纸花。直接是一刀处理掉了星河，星河这边想用一个蹲呐、但是虽然你不是冒险家呀，对这个倒地时间虽然中规中矩，是吧？但是雕刻家二阶了，对，而且有个什么点，时间你确实是两分半了，对吧？对，但是你看这密码值，是的，那现在这个节奏点，闪现还没交，对，是吧？你佣兵过来救人，你还面对一个二阶雕刻，有救不下来的说法，是的，也是看一下新阿木这么选择吧。要出去拦一手，这边一个护腕弹过来，有点危险。这边可是有一个二阶了，直接一炸，再来一手，再加一个护腕到脸上。是这边，哇，还好，还是救下来。是用了两个护腕把人扯下来了。对，但是星河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牵制空间，手里是没有道具的，一点点的球皮。心安雾梦这个闪现是要省吗？这边一个板弹，感觉是想省。这个位置还是要不省了吧，不省了。对，那其实星河这个思路也很简单，我就在这么一个小板区，我跟你去博弈，要的是什么目的？我就是把你这个闪逼出来。对，你这个闪如果逼不出来，那就意味着你下面一波，你这个人如果说考虑是卖的话，那后面一波节奏可能会虚得很快。是的，但现在压力也给到了全人者。对，为什么这个人你不救的话，是吧？要怎么面临这个开门战？对，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好处又是他们可以卖，他们可以卖，可以对。但是有个什么问题？你卖了意味着有可能被续上下一波节奏。虽然说这把密码机已经补得差不多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一个张狂一个底牌，那你就是没有挽留的，那我就把它卖了。这边是直接偷到了，直接偷下来了一波，密码机还差20%呀、这边一夹一个炸，有点多，好像有点处理不掉了。直接一波炸倒，你但是这边反绕一下，这边给他们卡住，卡住了。等一组雕像又推了，雕像能不能推走？没有推走，推走了，牵起来、差一点点，99，又是99，哎呀，这密码机就差那么一点。对，那这样的话，西安乌木呢有了一个保平的面，但是有个什么问题要注意，这把西安乌木没有挽留的。是的，那你这边的话，底牌刚切过传送也没有好，对，这个门是管不到，佣兵还有一个护腕。那这里，感觉这边外面是不是小迪那边在点门的时候被一个回来的雕像被夹到一下？是因为毕竟这里抢密码机了，所以说也没有去送一个地道信啊或之类的。对，就现在是什么？就这个雕像虽然说夹到一下，但是他还得找一下，他不确定的。不过这边看到脚印了，直接追小迪。这把仙翁梦，我觉得梦想先不要太大，先确保保平。没错，而且地窖的位置的话就在圣诞树的位置。看小迪这边牵制吧，因为切了传送嘛，没有闪现。对，二阶雕刻，一个雕像夹到了，这边又推下来，直接是一个二阶秒合成。那手里还有传送，但是门已经开了，两个门都点开了。对，然后求生者这边那是一定不会弹的，是，因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保平是最好的选项。对，就我们前面开场时候也说了 ，MRC 他们是，好小推出身。那这个位置小方肯定不去的，往中场这边先压一步，然后那这样的话阿东东和中场的小迪是都要先拉点的。对，这边是反身去追小迪的位置，他想先直接把后窗给封了。对，确实可以这样子，但这边是还没有封到，没封上，这个太远了。那这边开始拉了，要直接追小迪的邮差，脚印是已经看到了。
那因为中场比较空旷嘛，对于蜡像师来说就比较舒服，对吧？我起蜡的话，你起码很难去躲。但对于小迪来说的话，我毕竟是个什么？是邮差啊，对吧？我可以送交互信，你看现在已经把交互信送到了。而且你看这个转点思路非常清楚，我一直看着你在后面卡红光，我知道你回头在喷窗，所以说我不走后窗了，不走了。对，我直接拉到小门了。这边心安无梦是每过一波都想把这个窗给他封了呀。是因为知道你有交互信的时候，我就不让你交互去拉点。对。因为蜡像师拉点太难受了，那这块的话起拉很快，一刀给到头铁进板堵到一个抽刀，那岳毕竟这边带了闪现吗？那小弟这边蜡赶紧续上了呀，有点对我不动了，秒了！哇，那这个击倒节奏很快。对于蜡像师来说，能在一分十几秒的情况下第一波击倒一个邮差，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没错，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这个板件博弈。对，因为这个板子抽刀的话，其实对于小弟来说很伤的，他压力很大。因为为什么呢？你进了板，如果这个板我不下，那我势必可能会被你喷到，哪怕堵砸头，你也是晕，我也是晕，而且你醒的还比我快。这边一个高抛蜡想排下位置，星河这边也是很稳。但这个一阶蜡像师嘛，毕竟一阶蜡像师，星河这边也不用怕。对，他这里的话是想拉个距离，想卡过半还难，这边还想赌一个直接震慑，出了一刀。那这样还是卡半救下来了。对，那这边帮撞的话会晕过，自己有抗性的呀。那要不要给一刀？哦，不过这一波还是晕的挺久的，直接给一刀了。对，那这样的话邮差拉得很远了，是要换节奏了。这，你这会儿再追邮差，邮差都拉到中场去了。但换节奏对于蜡像师来说很伤啊，很伤。对。但是又不得不换了，因为他不像是一些控场型监管，他说挂了这个人之后我可以去外面控场，不行，对，他只能去挂这个人老许手附近的密码机，是就蜡像师的这个，但这边有个地下室，没想挂，不过他不挂地下室，对，他也是他也是知道自己没带那个浩克之道，他前锋他摇下来确实就进挂了，而且顺便能耗好，但其实他这边也管不到密码机，就蜡像师的抛蜡能封到的密码真的不叫控场，那叫压遗产。对，现在也是看到花瓷这边压过来，因为病患嘛，他有锁钩，所以说也是可以飞过去的，不着急，现在还在压。但是花瓷这一波不能被拦下来啊，这一花可是有二阶的。小迪这边已经是偷偷摸过去了，过去了，怎么说？这边还在处理花瓷，没关系，我就骗你嘛。是。完了，这个人要投下来了，无伤投了。但是这边过半了，过半了啊，正好过半扯下来。但是呢，身位拉得比较开，星河还是有球的。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啊？小迪，你这波是没有调状态、半状态过来救的，这波是打了一个反心理，打你个出去不？他觉得你不可能小迪过来救吧？是，那必须怎么样呢？现在就是小迪帮我扛，因为为什么？我是一个二挂，你是一个上挂飞，上挂飞，对，而且你还是有球的。但蜡像师面对扛蜡的时候，你看小迪这边主动站出来，以命换命啊，就是，对，他必须要换掉前锋这个状态，然后前锋这边出去之后就可以心里去吹一个应激，对，哎，这个节奏又回来了。但这一波有地下室了，这一波如果说是要拖密码机，首先这密码机的话，如果说你不救，可能是有点不太够的。那如果你要救的话，花瓷这边吃到了一个百万通缉，有点尴尬。哎，这个通缉，这个通缉很要命啊。是的，因为控到了是小房密码机，外面密码机要重开，我感觉 MRC 这边选择应该会往保平方向走。而且仙雾木这边还顺道的去封了一波，应该是星河那边的遗产机。是的。哎，尬住了呀，这个人要卖了。那看到其实西安梦这局换挂的一个节奏反而是打出效果了。对，就是MRC 呢这把也是打了一个冒风险什么的，他是赌了个反心理，他觉得你不会让半状态上过挂的小迪过来偷人，那你过来偷可以，首先第一你星河这边过半了，对，其次的话那我是不是能续上你邮差的节奏，对，必须换一个人，对，闪现跟上的话打星河是上挂飞的呀，星河现在这边就这半个球的利用率很有讲究，一个抛啦90，但是要完全卡好这个膜，对，基本功很关键。这一波不能被直接被火蜡处理掉，所以说必须得被迫拉球。那外面密码机81，直接把蜡先关了。这个身位拉开的话，密码机能够了，能够了。没错。哇，另外一边花瓷应该是交钩赶路去贴门了，我感觉是。对，因为现在你毕竟闪现交了，你没有说后期一个传门的说法。没错。对，不用去怕。那这样的话。星河的位置这边是要注意一下，不能给定住了，需要接蜡的，走不掉了，走不掉了，这边就拖时间了。他们这边只想保平了 MRC， 因为什么呢？你闪现是交过了，对，对吧？闪现交过之后，他也是看到你有挽留了，那确定你是没有底牌了，没有底牌这种考量之下呢，这边我觉得 MRC 他们保平我能 OK 的，对，对吧？心安勿梦这一手蜡像师是有点打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对，但是从结果上来说呢，其实假设说，
这里往中场，往中场去压一手。对，他现在心里很清楚说，知道你红毯是谁的，但是他也会觉得说你会提前拉走嘛。这个点你看到三个人，哎，有一个在修，在小门、这边先把伏笔把板子踩掉，防止你一圈绕回来之后利用这个加速板转点。没错，对于蜘蛛来说，前面逛街来说不会说太伤的。对，哎，扭这边是反身回去要、你想扭谁？你想扭小房的人吗？哦、还是选择追皮皮虾这里。勘探小房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牵制，而且反而你不好带出去啊。对，那这里还是选择说等一等，先不着急。看一下十八那边的话也在破译，也不想去。小陈这个追击的节奏好像他也不是很急，我觉得他不急，他在等。但反而求生者这边如果说交道具的话，对于他来说，哎，就很赚了。对，就是我反正厚积薄发嘛，我先攒蛛丝，对吧？等到你这个道具交完，我们知道勘探员开局的磁铁其实并不是续的那么快的。没错。那这边拉到小门的位置的话，磁铁一吸，哎，感觉可以先踩板，这边可以踩掉关键板，对，再交蛛丝100多层。这边如果往墓地带，那蜘蛛很开心了呀，感觉是要往墓地那边走了。看皮皮虾这个磁铁怎么交了。得可以来一圈，但是得带走。是的，一层被加速了，两层、三层，但是下了个反，哇！另外一边是补了条狗 ，OB 位出现了。对，那这个时候要换追了呀。你这边敢放狗，那我回头追邮差了呀。但是这边犹豫了一下位置，看能不能排到这边。看到了，看，哎，没看到吗？应该能吧。哦呦，还冲到了乌草，那这个位置带不走了呀。这边再下蛛丝，能站出来有点难了。手里是有闪的，还省了，坏了。就是我保了我队友，但是哎，不过皮皮虾这个时候打了个回马枪，但一个磁铁对于有点难。蜘蛛来说，哎呦，放下来了，放下来了。这边还是一个55的密码机，是摁脱、啊。没关系，对于蜘蛛来说，我大不了就减刑嘛。对，哦，当然就是这会儿。应该是先处理一下皮皮虾，看能不能把他赶走。对，给完一刀啊，就没有什么说法了。但反而这样一拖的话，其实密码机外面两台是可以安心的去开了。还真是，加一层蛛丝。那这会儿是没法 OB 啊，数字三连全部交完。是的，那这局闪现留下来了。其实他如果在26来说的话，很难去进行一个说法，毕竟勘探词也交过了。我三层蛛丝打佣兵一刀，再来接一刀。你手里就算你邮差下来是有一条狗的话，其实小陈手里捏这个闪现，你是没有二六空间的。对，哇，这边一个护法很帅，一个兔丝先给个扑，给一刀下来之后要补条狗，但是小陈这边有二次利用的蛛丝，自己手里丝也很多，高速公路三层。四层能不能续上？哎呦，没有续上，断掉了，那是有点伤。不过这边还有一口吐的，但闪现在手上，交了吧，交了吧。对，他如果说这个高速公路他没有断的话，他也许还能省这个技能。是，但他觉得说如果再不往前，感觉这边是想将他牵到墓地去呀、啊。那这样子会有机会摇下来，这邮差是带了。双弹的，对，但是这个速度，因为也考虑到小陈的三层嘛，而且高速公路还是可以挂回去的，这个速度还是快呀、啊。那这密码机压住，压住了，不舒服了呀，不简单了呀。十八这边动不了，得赶紧走了，换人。是的，那这个换人的时间，求生者是很亏的。是，而且还有什么问题？你这波换人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救下来之后怎么办？对。看到皮皮虾这边举着磁铁过来救人，但这边这一口通了，另外一边四四五也过来了，是强行要把人弹活的。两边是想要去打这个密码机了，对。但是这个密码机首先有点多，其次的话想强行两个人过来把全家一起来强行把人盘活，能盘活吗？这里往回走，十八这边不太敢过来呀，他只是一口的状态，两个人一起保。我的天哪！这个场面，密码机开始摸到了，是酒给上了，酒给上了，能不能保住这口酒？双人卡门卡住了，卡住了，这口酒能回上来，强行换节奏，枯草能不能盘活？好像是可以了，只要这口酒先回上来，然后还是要去打一手外面，对，然后这样子，密码机被保够了呀，对呀，就这波是强行全家一起来盘活，不但是把枯草状态盘活了，而且还把密码机带走了，墓地的密码机给盘活了，对。那你现在等你闪现好的时候，密码机就压好了。对啊，怎么去击倒？哎，吐倒了，那得挂了，因为他确定这密码机你差不多了，他知道你十八是一回头第一时间就去补了。是的，哇，成都机姐这一波强行是把枯草这边邮差给盘活了，好不容易。调酒师这个角色就是在扛刀，扛刀过程中我再给你一口酒。对，真没话说。那这边给到一刀，救下来，把机压好。
下来先打一个针对，小陈这边也是已经切成了传送。哇，强行再 OB 一波。是的，对于小陈来说，这局一定要有针对性。那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吐倒皮皮虾的说法的呀。哎，我们要叫交互了，算了。那这边进到大房，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在木。他也是不想给你翻窗之后交互量嘛。是的。啊，把皮皮虾先暂时架在这个位置。也是因为切了个传送，在这个窗户如果说耗时太久的话，反而给到了皮皮虾斩磁铁的机会，还有一个跑地窖的面。主要是小陈他也没想到说你真的敢全家一起来强行把枯草盘活了，你知道吧？所以他想直接切个传送打后期了。这话一刀带走，但带了封门，但门好像不太够的呀。因为你皮皮虾这边自起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说这个人你还是得挂的。那挂完之后那边门开了，成都GG这边是强行拿回了一个三跑啊！天。哇，这就是成都GG吗？就跟你硬打。对，就说实话，其实风险挺大的。确实风险。来，这边是小门出身，直接先哦，冲着这个大房方向就去了。反正他知道我是一追二。对的，就是这样子嘛，往那边赶，然后你邮差就找昆虫的虫子，对吧？前期来说，对于小陈进追击的时间会比较慢一些。没错，但是另外一边枯草也是也没有第一时间去碰密码机，反正两个人都在拉点。对，但这边迎面要撞上了呀，一个还是看到红光了，应该是看到了。对的，啊，天赋方面果然是上下，然后是往左手边点了耐受力的。对的，那虫子也看到已经在板前等了。那这边起追很慢，记录了一个翻窗。对，那对于大房来说，记录翻窗，哎，翻了，哎呦，这口狗咬回来应该咬得到，有没有？没有啊，但是还好虫群在这边。哇，这要是没有虫群，这刀感觉有了呀。是的，抢了，用记录抢了个窗，但这边啊，不，但他自己封住了。是的，那反而浪费了一个记录。对，那大房这边可以绕一下了。他是不是底牌碗都打习惯了？我在想。这边出刀，记录到了盖板。是吧？那闪现 CD 好了一个狗咬的道，往这场再带。那这里445可以去帮忙牵制一下，而是帮下了一个转点板。哇，双板都下，那这样的话可以记自己的哦，没有，没有啊，他条数没有跟上。但你看得到这个阵容修下来，现在已经很快了，对，一分半的时候已经。我刚刚那个位置，我以为他闪现了。对，这一话记自己一个踩板记录啊。是。那这样的话绕了一圈中场就又转回到了大方，其实总体来说也没有干扰到中场445这边佣兵的一个破译进度。是的，但这样拖下去的话，狗的 CD 马上好了。对，而且到现在你还没开第一刀呀，这个闪现捏在手里有点难受的。但对技术人员来说，哪怕最后半台我也能守住。对，而且不要忘了虫群还在大房呢。哎呦，这边给到一刀了，一刀了，没关系，推远吧。对，利用你的擦刀僵直，我强行给你往外推。那这样的话是一波转到了中场，身位拉得很开了，还要堵。对，那没堵到没关系。密码机也是接近三台了，这个牵制的节奏其实小陈已经有点不舒服了。是，闪现捏在手上很难受，没机会交，这是最难受的。那这个距离心里还堵着，皮皮虾在这边帮着卡着，但想要去压一个板子。哎，这边是一个反绕卡神光，但是这边队友应该沟通了，没有绕到。哎呦，哎，这里小陈这个是经验很老道，他知道这边是有人的嘛。是的，那这样子绕下来还是没有闪现距离，狗又要咬，预判狗回去，这口咬到了，但是因为有耐受力的加持，所以说减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哇，这好难受，你这里没办法进行一个击倒，要帮扛了，开始是三刀解皮皮虾心理，之前队友帮我扛过整局，我现在帮队友开始扛。对，这边帮提前抢了一个下板，那没有关系，无所谓，但我再往前这边闪现距离不会给，怎么说？哎呦，侧刀，侧刀。精准拿捏，那这波陪跑就是无效陪跑，无效陪跑，对，还浪费了密码机，还干扰自己的密码机。是你现在看外面这个局，对于记录员来说有机会吗？很大机会，因为现在是密码机没有去动点状态。还要很要命的是什么？是压到了沙包这里。是的，你这把的话是没有时间多修的。一个记录给到，不过还好，这话445这边正常卡班人救下来，一个圈套了带走，这一波是一定要445救的啊！哎呦，这个一刀给到一起没关系。对对对对，还要去扛，但是闪现在手上，要集体去把这闪现逼出来吗？哇，扛到心里是皮皮虾这边，那枯草得赶紧拉走啊！利用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还要继续扛，还要继续扛吗？那还要继续扛，就喊喊还要继续溜。如果再来一个无效扛刀的话，哎，你如果再倒在这个地方的话。不是，如果你再倒在这个地方的话，看见能不能把沙包这台抢开啊？这个闪现很关键。
小林这边也是要犹豫，对，沙包这边一直在被封着管。嗯，哦，泽尔马杰，哇，你别说这个扛刀导致这个闪现一直交不出来，哇，闪现打到了皮皮虾心里，我的天，那还能牵制枯草？有说法，这边小陈有点不敢了，先挂了，而且给到外面什么喘息开新密码机的一个机会。对，但是你这款外面其实新开呢，你也修不了多少的，其实，因为什么？你现在是个人机同手，对，然后呢，他知道你这边已经是。445这边佣兵救过人了，你外面星驰我可以大胆去管你外面马机，你脸上是还动不了的，你还是没人修，等于说是你还是得过来救人，救完之后你还是得扛刀，而且什么，而且心里这没二六的，对，他是一个心理，所以他没有二六，他不像邮差说还有个狗。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你这波下来扛，如果能扛住呢，打到一个刺刀，哇，有是打到了，但是外面这边这样子再扛，哇，没有扛到，太帅了，小陈这个刺刀。但如果好消息是什么呢？是外面是双人在合修，现在双人合修星子，你相当于就是一个人在正常修的。但这个密码机十几二十密码机对于你得换位了，你得换位的。不太够啊，对，你得换一个十八这边昆虫过来，然后让枯草和四四五那边去双人合修。对，那你这波下来得是换成十八去帮皮皮侠扛刀了。哎，四四五这边选择回来，是回来抢当面抢密码机给你压力，又来了吗？又来抢，这四个人打团了，四人打团抢脸上才，这才感觉是要有可能会有风险的呀。没错，但记录这边也跟得上，这边看来也没人修。对，脸上带密码机差的很多的，有一个刀扛刀是扛到一刀了。对。那这样的话是给足你压力，强行逼你小陈，你到底是管沙包还是管人？没错，对，两个人开压力很大的。那这边一个，哎，哇第一时间险了，就是我知道你一定能翻过去。这个记录如果丢到了心理身上了，就翻不过去了呀。哇，那这样的话，脸上这密码机给足啊，沙包这边还在抢小陈，我觉得。成都之界他这一手突然换节奏，我感觉这反应很快啊，是知道说我大黄我已经修不开了，我强行到沙包这边给你压力。对，那也看来是锁到了沙包，那这边的话小陈还有点机会，对，还有点时间争取。这个陪跑陪得太好了，没有 OB 位，但打出了 OB 位的感觉。对，就是肉身扛刀嘛。对，肉身扛刀87。对，小陈这边有点吃不准了，我先去大房那边看一眼，你沙房没人修了，那知道你都在这边抢沙包，都在抢沙包的话，那吃上沙包的钱马上已经差不多了，要压好了，99了，已经压好了，这个位置从自己打掉，四个人交互，要不要考虑直接亮？要压门亮了，四人开门战，我的天，成都GG，这拿下小陈这一波，不过手里还有闪现的，是的，手里还有闪现，他还有波封门的机会，好就好在没人压门这局，对。那也看这个闪现怎么交吧，直接皮皮虾目的很果断，就我就是直接往角落倒，我倒在一个进来让你难挂的地方，然后我再去管门，你剩下那个门你怎么定，你都得是两个人合点的，毕竟你开局你封窗是已经暴露了，对，你挽留又暴露了，但是对，但是有个什么问题，一旦说你这边你闪现交了无所谓，你闪现交不交无所谓，对吧，知道你是封窗挽留 的你另外一边只要有队友贴到之后双人开始合点，哪怕我三人合点，这个门你管不了，这把也是一个三跑局，对，都是三跑，就这个就乏力点，哇，门应该是守不住了，这里没有办法。对，就你这一波，你得是给个，你三个人怎么就看到一堆人，你记录谁呀、啊？怎么办？怎么办？是的，我叠在一起。这个时间，没办法了。那这样的话，等到赶过去，门也已经点开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三跑了。三跑局，哇，成都GG的求生者，他们真的有办法去处理记录员。是的。来，直接是第一个赶路猫，这一把的话是张狂挽留的使徒啊。另一方面的话，天赋方面，求生者也是两个圈啊，昆虫多带一个，然后勘探员是带了一个飞轮的，是想后期 OB 的时候嘛，看能不能先用飞轮卡你个沉默什么的。那昆虫带一个化险为也是没想到，因为你昆虫其实很有可能是给手追的，有时候是或者是他们求生者是觉得说如果我单带一个化险为也很难去完成一个多跑，所以说还想多带一个，是直接排到了小敌位置了呀。变红光看，哎，这里的话，猫是把那个路口给封住了，卡住了呀。对，没有卡死，卡死了，不过应该是没有缝出来，对，留了条缝，但是它这边的话过来可能会被吸到嘛。对，那一只狗放空的话，虫子要赶过来了呀。这台片虫子，哎，露个头出来看一眼，已经看到虫了啊，没关系，那也及时爆点，知道你在那边卡红光。是，这里话，这里第一刀，一刀要有了。还是比较快的，但是虫群过来推啊！不过仙雾这个站位很好啊，我给完刀之后，对他调整了一个自己的角度，把自己卡在了一个缝里边，让你推不动。那往中场去的话，看我们队友可以帮他去辅助一下吧。中场这边的话，应该是星河的勘探，
来了来了，哎，接闪现，闪现抢刀解擦，但是晕到了。一阶开出来收猫，能不能说？哎，要换追吗？没有，追应该还是哎。不过他现在有什么问题？骗一下，你还能骗一下，你还能找到小这里还能找到吗？啊，找到了，直接露头回来了。对，他刚才如果说是直接围绕着四合院去绕，也许就绕掉了。喂，这里个猫跳一个跳，那应该是牵制不动了，一刀带走。哎呦，顺便还压到了花瓷，这技能好。对，还有地下室，但这个地下室他应该不会挂的，他知道这边是有人的，对，所以说选择就近挂。哦，这块椅子还刷在近点的，那这么把气爆开了，一个人给压住了。就是这一波就是逼救啊，就是逼救，提前盾铲很稳，花瓷。他想选择先提前把他，那就是要把猫收回去之后提前打出来。对，因为没有交互点，所以说你熊木人的铲子对我来说打一刀是猫是可以咬到一个跳，哎，两个猫都踩到了，这样的话避免了个无伤。对，如果这一波是被花瓷无伤救的话，其实这波收益就挺亏。哇，星河又过来了。那这里的话也不太好争。哦呦，这个大晕，这个切换来了，很高啊！星河这边复制二连，还能再切一次。这边直接换打飞轮，躲掉了，再来一个猫，猫能咬 到，在前面这边板、哎、板下了，没关系，踩完板之后还是走不掉，一刀，但是换节奏了。是的，换节奏之余还多拖了十秒。这里对，哇，星河这波操作已经是很秀了，他满了。对，而且什么，我下来有二六啊，磁铁刷新出来之后，你安怎么追我？你没有闪现怎么追我？而且这一把其实还好，是阿东东这边多带了个花心而已。没错。那看这个救人了，因为史托安的话救人还是很大压力。但如果说阿东东这一波被拦到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他可不是守墓人。这里先指回来了，对，因为这个耳鸣他放不下。那感觉这个人是没办法卡半。嗯。要压满去。那如果卡不到半的话，这局不是一个保平的局面呀。对 ，MRC 这把可是要争三的呀，这不是一个保平的局面呀。化险为夷掏出来的话，密码机现在是不太够的。对，这一个猫如果能，敢放吗？他预判了错了方向，不过这边已经看到了，是。那要等一下，等到你敢回来之后，我再指回来。这样的话，抢刀打成了一个刀晕，主人压力还你就救不了了，就指回来抢刀。哇，头点直接扯，但是这边没有打到针对。帮忙下一个板子。是的，那这样的话星河是有二六空间的。没错，密码机的话也差两台都很多了。这边又是拿肉身去扛啊，但这边没有记住没关系。心安乌梦是有闪现的，就看这个密码机能不能跟得上了。两台都很多，都在走了，八十多九十多，感觉够了，很勉强了，感觉能够啊，感觉能够。对，直接弹走，够了呀，压好了，交出来密码机也压好了。是，这个闪现要审了，这个闪现要审了，我的天，直接亮了，正好是卡你个猫前面交完之后一个进了个 CD。 那这一波如果说你直接是闪现交出来的话，另外一边三人贴门也是一个三跑，没错，再一波磁铁。哇，使徒是真的好烦，勘探员星河还在牵制，这一波应该牵制不动了，一刀带走。但是心安乌木手里只有闪现，这个门你管不到了，直接开门亮，三人指门出门。 MRC说 no， 听说你成都GG总是写翻盘剧本，今天 MRC 把你的笔给折断了。对的，这局真的精彩，精彩，精彩。勘探这一局的发挥点是很大，太关键了。对，可能说勘探员在未来这整个一个秋季赛的版本都会成为每一个战队都要去有的一个角色了，真的上限太高了，因为他很稳定，而且什么呢？他就吃你操作会不会失误？是吧？你像开局的那个磁铁闪现逼出来了，对吧？那你像后期的时候，他后面的磁铁没有失误的，飞轮交的也很好，对，还进到板子了，下了板，哎，我的天，又是扛刀，又是强行逼你换挂，这就是 MRC。 对。果然是按照他们选的点出生的啊，这没毛病。那中场的话是心里直接往前锋的方向去靠，然后前锋的话就很尴尬，就在这先看一看是吧，看能不能试图保护一下心里，踩断一下脚印什么的。但是很明显曲月这边的话是冲着黎明就是一顿架撕两层，对，是吧？前面第三层这个冲的，直接过板了。那这一刀拿的是非常快的。不是，这个三层撕的一个精妙之处在于第三层差一点点没架上，但是还是架上了，嗖的一夹我就过去了这个板子。就抢到了这个刀。对，然后这样的话没反应过来。对，黎明的位置就会被逼回双十一，但其实双十一这个地方不是很好牵制蜘蛛啊。对，那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反正三刀姐开局二十秒变成两刀姐了。
那现在朱思亮可以继续攒，基本上这个人是一个要被秒的说法。对，这个地方会被架住，看一下前锋要不要过来帮忙。对，主要是双十一两块板一踩的话，它就是蜘蛛的一个架丝天堂、啊，就是高速公路嘛。对，这三层四一架，前面黎明怎么躲？前锋过来了，果冻。还撞了一下，对。当曲月在这儿骗飞轮的时候，果冻他是交了大半个球，过来了。那这样的话，黎明的心理悬崖是能够转到小木屋。是的，其实刚才但凡不骗给到那一刀的话，其实这个球无论怎么撞都是会亏掉的。对，那现在曲月的话就比较难受了，他的思量现在有些跟不上，只有30多，那心理悬崖还是一个满状态。没错，但是在前期这对前锋其实还是一种消耗。闪现过来，闪现过来抢刀了，还骗不骗飞轮了？不骗了，骗了。那就而且黎明这边也没有交啊。那看一下前面50多的一个蛛丝量怎么样去终结这个人，但是你说木屋这个点吧，把板子一下，这点蛛丝感觉不太够用啊，说实话。因为毕竟你刚刚把闪现交了嘛，这个对的对的，下了板以后看一下你的走向。好，直接翻装，翻装出去，曲月的话直接开始架丝，从两层，无视野架丝是真的很勇敢。好，飞轮也是现出来了，对，因为。黎明的话不太敢跟架过丝的蜘蛛去博弈这个出刀啊。哎，斯巴奇这边交球啊、不交了，因为这个身距是已经拉到板子这边了。对，已经在板子外了。砸下来交球过来的话，也是顶多把板子架了，是吧？曲月挂完再把板子踩掉，还亏一块板。那斯巴奇的话是有化险为夷的，可以在这边等着救人。对，这样一个节奏其实对于蜘蛛来说不是很好，但是蜘蛛它永远都有保平的办法。而且心理学家他不会有什么二六的。心理学家不会有什么二六的，而且前锋也保不了人，这一波是必定要救两波人。哎，斯巴奇这边的话，原地罚上了一小下，但是没有关系。看一下邦邦扣球的话啊，没扣到、这个球是没扣到，但是还是踩到了。对，踩到了一个边缘，但是也突到了黎明。那这样黎明身上也是有个减速的。对，那其实砸减员这一波的话也很精妙，就是曲月贴那个建筑物是希望，哎呦，果冻这边过来再撞一波两层丝过来给果冻一刀。同样的，其实果冻他开门战也没有什么二次牵制能力的，因为他的道具不多了。但是我觉得继续追击黎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黎明的话，你只要在开门战之前给他挂上椅子，那你开门战就有一个什么减刑，快速脚减刑去切传送的一个说法。是。那这里的话，因为黎明也没什么办法嘛，这个地方的板子已经提前用掉了。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把这个人挂到小船下，然后果冻那边是喝了一瓶酒，可以进行一波救援。对，干杯之后再来相会，看一下。因为这个密码机是大概能够够的。密码机应该是够，是肯定没毛病的。但问题是在于他能不能在开门站进行牵制。其实曲月的话，我觉得让前锋无伤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要针对到这个心理。对，针对到心理，你攒丝。哎，最后一点球打回来。哎呦，还是吐一口吗？这个丝吐一口又哎，直接打了。打了的话，黎明就可以找一个比较好交互的一个点，然后再去喊亮了。是的呀。这时候直接亮的话，曲月这个蛛丝是跟不上的。我觉得要需要用这个吐去粘住黎明才对啊。黎明翻过来。他现在还没什么。想架丝。对。层。两层，两层有吗？两层，这个窗太长了。两层，明明是可以在这里面不着急交。翻过来，倒。哎呀，没倒呢，飞轮躲了一刀，还一个弹刀呢！我的天哪，这是有点夸张啊，这个飞轮。那这个地方真的是让心理悬崖给牵制的太久了。是的，这个飞轮其实还好，主要这个弹刀有点太致命了，蜘蛛还是太矮了。那这样的话，那边的门是可以直接点开，这边黎明挂上之后，曲月再去切底牌也无济于事了。那第一局上半回合。恭喜狼队的求生者拿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三跑，在 ACT 主场选图的情况之下，那往大船果然这个插，然后把大船引回，然后看到丽珊往船上走了，是的，丽珊一看，然后丽珊直接跳下来了。这样的话我就走了，然后逼你先超距收个叉再说，然后在海边去溜，这边反正盒子就放一放，这边是秒放一个盒子把板子下了，然后艾迪这边准备围水圈了。是吧？你放盒子的话，我给你围一个大圈，你一个滑步，总得出来吧？对，因为先把你给围住。围住滑步的话，你看正好滑到脸上。滑到脸上，那而且身上的湿刺的话，也是已经叠了32了。是。围到了，同时还白给一刀，这个就是艾丽她的一个聪明之处了。这样的话，丽珊如果她还在这边用同样的方式去下减速盒的话，艾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把你逼出去。没错，而且这边的话往回走。
也不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感觉这一局的限制时间对已经很多了，你再回想滑出来的话，但是身位还是拉不了太多。但是没关系，他是有飞轮的，直接头铁过板。哎呀，艾丽头铁过板的话，这个刀器的长度就够了。对，就是即使你交了飞轮，我还是能够打到你。对，那这样的一个这波交飞轮的话，是预判他板尖抽刀的。是的。那艾丽这边很明显就是知道你想用飞轮，确实是经验太老道了嘛。没错。那这样的话，这个击倒节奏对于你来讲就非常快，而且他的闪现还在手里。对，那无语有道具，但是呢没发二六啊，因为有闪现在，所以说看看这一波能不能逼个闪，好像逼不了了。是，而且他现在手里还有一个盒子，队友也没有办法跟他换道具。那看一下狐狸这边想不想整点什么操作，这边可能狐狸是干嘛去了，走了吗？哦，狐狸走了，还是走了，因为毕竟这个位置即使撞下来，可能舞女她也不太好去太好，而且这样还会给到很多的一个存在感。对，但这个人的话还是得救呀，要不然你病患这会谢谢你们的呀。下一波带着闪现追病患，不太好。大副现在大对大副已经贴过来了。大副过来救的话，这一波的一个救援的目的还是要逼闪。如果这个闪现逼出来的话，平局点还在；如果闪现逼不出来的话，那下一个人的牵制就会压力很大，压力巨大。而且这边自闭的话是被围到了水汽，这里的话自闭先走出去等一等，然后第二下，哎，他的表没有接着摇啊，那这样的话他是没有一个，哎呦，还是扯下来了，还是扯下来，不过还是打到了针对。那这样去逼一个闪现的说法也不存在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一种博弈啊。假装表失误了，其实是，好吧，我编不下去了，其实就是失误了。对，但是人还是无伤扯下来了。对对 对, 对，就是直接扯，是吧？有时候当涛哥确实是有用的。对，但是这个地方艾丽很细节，就多拿了一刀，他开启了一个二阶，然后还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问题，就是闪现还是在的。但是这波救人很赚呀，我大副没掉状态，我肆无忌惮，我直接修，是吧？直接开修也不用补状态，然后只要这一波。一森稍微撑那么一小下，对，就是一个平局。那样的话，这个、没挡住啊，是勾上没勾上去啊，那这样就好。那这样的话，那就有点尴尬了。不过没有关系，一森就是让艾丽以为他勾上去了，这也是一种其实骗术策略。是吗？现在就已经开始打这种心理上的一些战术了。对，对，真不是我勾不上去，我是故意勾不上去的。对，那这样的话收插回来要被爆一下，不过其实他牵制的这个时间已经够了。是，只要别来一个什么地下室的说法就 OK。你看一森这边非常聪明，往地下室的外围去走。对，我不靠近小再交钩，三个钩子都交完就被多成这一会儿。啊，确实是给他撑到了，因为最后一台但是有点不太值啊，因为他能撑到密码机压好吗？能吗？看一下，没准还真能，好像。是因为艾丽这两波的湿气圈都没有把他给围住。对，我跟大家讲，这一波我交这个钩子没有了开门战的说法，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能撑到密码机压好，不用有接门。对，而且队友不用救我了，我还是一个一次上挂的一个状态，他确实是牵制到了一个压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伊森在交最后一个道具的时候就想好了，我肯定能坚持到密码机压好，要不然他不会交这个道具的。是。那这边的话，狐狸赶紧去贴门。狐狸这边其实刚才在翻道具，想着伊森万一溜过来，我给他翻点道具。伊森这边的话是跳下来了，但是这个叉子是没收到，闪现在手。艾丽这边其实对，反正大不了交闪呗，保平就可以，平局就算赢平局就确实是赢，是赢了。对，因为刚刚求生者是一个三跑嘛，没错。那这样的话第一大局看他们还有什么想法没，这两个救人位，这两个救人位都没有化险为夷了，而且这外边已经开始用表了，是吧？已经把表和球都交完了，是没有想法了。那这样的话第一大局结束，要恭喜狼队先下一城，是一个5-3的一个小比分领先啊。那在换木马的方向，起点是幻鹤的调酒师，剧本已经提前写起来了。幻鹤这边随便找个地方吃一刀，然后往车上一跑。哎，不过这里吃一刀的话还是能上车，直接回头上车了。确实边在等蝴蝶，等蝴蝶。对，但是人家还是能上呀。是。对，然后那边487鬼屋肯定有洞啊，飞过去。而且他这个蝶其实是飞不到站台底下的。对，它很短。然后下来有洞一接，肯定有洞。蝴蝶去不上。对，这就比赛开始前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甚至还加了一个什么加速酒，上面是不是想找个机会调酒啊？啊，已经开始调酒是吧？已经开始第二瓶调了，然后再翻下去，车的冷却又好了，能不能飞下去？
好，飞下来吧，一个飞轮，怕你打落地，机会都不给呀。对呀、啊，那这样如果你给一刀的话，他是又可以上车。上车呗，上车，焦九上车，许月这边想怎么办？侧面拦一下，过桥吧，要不过桥吧，过桥吧。那幻鹤稳的呀，对，不上来我不开。然后这个蝴蝶再扔过桥。扔过桥还是还得处理一下，你大洞能不打吗？路过一下肯定得打呀。那这个时间他又回上了，是的。对啊，你打不打也不影响人家回满呀。现在调酒师啥道具也没有了，但是密码机掉了，其实也挺多的了。对，相当于无伤溜了这么久。而且学现在有点找不太到幻鹤他这个位置了。对，打大洞不打大洞，确实对他回得上来回不上来没影响，但是可能会跟丢。是，现在也是确实好像跟丢了。是的，幻鹤这边直接在帐篷后面苟起来了。许愿能不能跟随自己的一个直觉去找到？挺难的，这个地方遮挡的一个视野的地方太多了。不是这个方向，也不是这个方向，那是哪个方向呢？是帐篷后面那个方向，但是连耳鸣都没有。要不咱先找个耳鸣的位置，我感觉。但是那个耳鸣是小果冻的佣兵啊，找到了会心碎的吧？也是有点碎，现在、没办法了。那果冻就。就正常的牵制一下，他的牵制就不太需要队友去帮忙了嘛。对，三个护腕飞过来，护腕一弹，稳健的很，而且这个护腕是弹了一个极限距离的护腕，很远。四八七那边点起点，啊，起点还开了。对，起点一亮，很难受。四八七这边是祭司，手里还有两个洞，还是追不得，追不得也得追，总比追佣兵强。蝴蝶飞下去，四八七直接个反走，反跑进到那个板区。对，但曲月这边大气层断飞，直接是四八，只能跟四八七这边搏板了。再等一个蝴蝶的飞，应该能拿到这一刀了。然后看一下，哎呀，上半打洞，我的天哪！这个反应太快，那这样还是拿不到刀，要等下一个蝶了。他甚至都不是在反应，他就是在预判。我就觉得你这时候扔完蝶，你就该飞了。就要飞了，我这个时候打洞。对，就是当曲月按下去的之前，四八七已经开始打洞了，这是多么恐怖呀！哎，在这瞄了一会儿，打了一个比较长的洞，这样又转回来那个板子，飞过来，再有一个板要交闪了，交闪线了，是的。但是密码机的话已经四台半了。那这时候就是要问一下开门站，他还有没有技能呢？目前看来是没有的，是没有。而且你现在挂的这个是一个开门站有无限可能的祭司，是的，卡半旧祭司起码是有一个洞的。对，那边的话等一个人亮了去贴门，然后果冻这边随便过来救一救，然后地窖是在鬼板的，我的天哪，太恐怖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是的，我不知道曲月有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时候正常就化险为夷，二十秒的话，密码机肯定是能够的。曲月这一局不用想别的了，好好的针对这个技。但是被佣兵扛到了呀，佣兵就是故意想帮四八七扛，让四八七能够有一个开门站比较好牵制的一个位置嘛。而且四八七这边我越不吃刀，我这个洞就自己慢慢的在长呀。是啊，而你这样的话，祭司是成功转到了鬼屋。对，地窖在鬼板，曲月也看到了，就很恐怖。四八七这边应该是上去了，曲月这边直接跟着上去。啊，果冻那边的话，两个护腕直接弹门，很急。四八七一个慢翻，还没有爆点。这曲月很啊，曲月也很急，非常然后果冻也很急，果冻也很急。但是这个车是不在二站的，四八七打洞进去。车是去三站了。曲月干嘛去了？啊，曲月，别呀！你刚刚看了地窖是在。好，没有耳鸣没关系，浪子回头金不换。四八七直接翻下来，那就。蝴蝶能飞过去吗？门才刚刚点开，有机会。四八七躲一下，躲一下，但是已经被打远了。哇，太刺激了这一局。那最终的话，狼队的求生者还是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三炮。是。坏木马，往这边走的话，自闭，喂。自闭的那边的密码机还被封了。对，自闭那这个点选点就是要封你一台的呀，封你一台就意味着你自己得拉点，儿子还没机修。但是我觉得依然可以把儿子放终点呀。是因为你拉了一段时间过去以后，这个密码机会解封的。是的，把娃娃放终点。哎呀，放了哦，刚才太白了。哦，都在一起。融合了，融合了，都是白色的。对，那娃娃这边放到终点的话。反正你处理掉娃娃起码是给本体争取了一些时间吧。这个娃娃处理掉了吗？没处理掉，可以。娃娃的走位非常的细节啊，这就是自闭自己的一个走位，很转很转。 是对，自闭的走位确实是很细，就毕竟娃娃它不是全自动的，还会躲雷是吧。对，那艾丽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和自闭已经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但是艾丽这一段的是传送，所以说其实邮差呀他也不太敢修。对，那你选速修的意义就无了，就是要开局猛猛修啊。我的速修不敢修，我的机械还敢往密码机旁边跑，怎么说，能连上吗？连上了，艾丽。那这个地方会被帮忙架住的呀。这基本上感觉时间问题了。对，往上扔呗，反正你有本事别滑，别滑下来。你
你不滑在上面也是吃炸，你滑下来也是吃炸，啊、就是。就是，哎，接是怎么躲的？刚才那个雷好厉害，把那个雷躲了。但是滑下来还是滑下来肯定吃遥控啊。然后这个地方没有车，有车没？有车没？有。可以 ，ACT 也打出了关于车站的一些配合。现在艾丽的节奏不太好了，因为你刚刚传送已经交过了。对，赶紧把娃娃往站台上一丢，然后自闭往终点一溜，这个配合就舒服起来了嘛，是对吧？艾丽的话只能往这边溜的。主要还是自闭，他在滑梯上躲了个雷，还真能躲。对，躲了以后他才有资格下去吃那个遥控。没看见怎么躲的。这边哎，娃娃还在啊、哦，娃娃在这一侧啊，先给到一刀，不等了，放个雷，不等了。然后那边机械师爆点了，这时候艾丽在击倒机械师的时候，就已经是到了一个就两波能赢的节奏了。是，而且这个视野吧，你还不太好就扔这个雷啊。是啊，就直接扔哦，直接铺满。那自闭真走过去啊？不走了，我觉得给实体刀吧，给实体刀吧，不走了，不走了。给实体刀吧，多好，往回走，给一个实体刀，离开你铺的这个炸弹地。对，因为自闭他想那个什么，来回骗，来回骗，但是他的范围太广了。艾丽知道你肯定不会往前走的，因为往前走你退不回来了，躲不了这个雷。那现在的话，确实这个节奏就是就两波啊，不出问题，确实能赢。是，就两波就是一个赢局，而且佣兵过来的话是什么？他有勇敢信，是非常好救的，只要不被拦到，而且艾丽这一局也没有通缉。只要不被拦到，这个人基本上你直接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他是知道伊森刚刚亮的密码机是人皇桥嘛、然后远程还炸到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把的话求生者可能需要还是得卡半呀，得卡半、前锋过来了，直接扯嘛，给一刀可以过半了吗、哎呦，还行，没过半，可以没过半。而且前锋这边是撞到了，对，然后这个球还不少。 那这样的话机械师是给我拉远的，这个球跟小果冻那个球用的是一个球量。是的，那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我亏了一点点密码机进度，不过没有关。哎，这个前锋啊，前锋可以，前锋不行，前锋可以去摸吧，对，去摸吧，然后摸完再过来。因为这个身位拉的已经很开了嘛，啊，或者干脆让邮差过来就算了，赶紧抢吧。邮差先把自己的密码机亮掉。对啊，对，然后亮了过来救呗，直接抢密码机多好。自闭的话，自闭这个飞轮，对，飞轮是好了的，它是能够牵制起来的。可以，机械师有二六了。哦呦，这个板子还翻过去了，就翻过去没吃炸，对，就在帐篷。哦呦，这个让他玩明白了，这机械师这个牵制真的是没连到。艾丽有点急了，有点急了。而且狐狸在这里面干嘛？伺机而动，直接是传送过来，伊森直接用命呼唤弹走。对，前面遥控雷炸到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不死到这台一砍机就。哦，不行啊！他对他倒在终点站的话，会压到这台密码机。哦，那这样的话，没事，佣兵能做嘛？佣兵能做，然后那边调状态，让前锋再过来卡。对，因为帐篷里也是有一台的，他们可以先起。不过艾丽的话是挂到了帐篷那个附近，那这样的话，活木把那台密码机就解放了呀。解放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完全解放，看艾丽想怎么守吧。这边的话有一个半状态机械师在这儿，在这儿勇敢的一而动，然后艾丽是丝毫没管双窗那台。双台领月的话修得很舒服，然后前锋准备过来救。艾丽要打手椅了吗？但是的话，其实求生者这边可以是压好密码机再来救这个手椅。其实也机械得动了，机械得动了。对，然后艾丽回头了，机械不能动太早。艾丽回头，好，机械不动了，机械不动了。好，回去。那这个人就正常的压好密码机。我觉得艾丽现在是想拖技能了，然后开门战秒掉佣兵上挂飞，然后传送吗？所有人都在终点半场过来追自闭了，怎么突然又？那边人是扯下来了，但是密码我一个雷就够了，躲掉了，三连雷直接亮。那这哇，那前面那边的话门是可以直接点的。我看自闭已经牵制了100秒了，这个是机械师啊！哇，自闭的这个机械师真的是把监管者六自闭了呀！前面吃一个雷，稳稳下板，往地窖啊，地窖太远了，算了吧。他可以再回滑梯，是的，这个地方滑梯还是得跟艾丽玩那个，就是你扔呗，我等着被你炸。他现在就是要拖时间，他们不是说我要牵制多久，我拉多远。我今天我就倒在滑梯上，我也不可能下来的。对，又躲了哦。他下来了一下，躲了。对的，那边的话，队友们直接出门了，前锋拉就是这种飞轮。躲了一刀，躲掉了一下，还在秀自闭，还在秀，前面再连一个雷啊，是炸倒了。那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战平 ，ACT 这边其实要更加庆幸为自己。哦，那果然是出生在了选的点啊。那中场的话，自闭的舞女已经放了盒子，然后溜了。对，艾丽这边踩吧，老老实实的。对，这个不踩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哇，你看他这个蜡油的生长速度，满了，800都馋哭了。蜘蛛的条都没这么多哈、啊。对呀、啊，800点蛛丝不敢想啊。
那看一下红檀追一森去了，这个爆点及不及时？一森直接往墓地转吗？哎，没转呢，没转呢，还是去、哦、一森这样的在这愣一下，想争中场，他不想进墓地了。对，因为墓地的话其实不太好跟队友去打一个配合。对，直接起来去喷一下，看一下一森这边是68的了，哇，艾丽就见了这么一会儿的面就68了。是，然后这边的话把你的窗子给封一封，让你不能再回来了。一看一森不回来了，我窗我也不继续封了，就直接开追。这个蜡掉了还好，这个蜡掉了对一森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直接过来追领域。那艾丽的话，对他想来，因为领域这个位置不太好啊。对，但他可以绕木屋，他可以凭借自己的移速加成跟艾丽去绕一下木屋。嗯，但是他有点绕到了，是，那这样的话走直线，那个蜡会上的非常快的。妈呀，这个上的有点小快，说是。然后窗户的话，刚刚因为也被封了，现在定住了，给刀一刀，然后张狂也好了，闪现也好了，凛月这边的话是双弹射窗户，哎呦，把自己给但是可以闪，是的，闪前面重血能不能堵住很关键，堵住了吗？堵住了，给刀一刀，不收啊，收了，收了，那这样的话又要定住。收了吗？我觉得这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收吧。可以不收，就赌一下他的赌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蜡去进行一个消耗嘛。是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倒地速度就表面上没溜多久，但是前面艾迪挂了一段时间。是。然后伊森那边没有给到机会，就看这波救人了。就命眼机加起来的话是三台，这是要分散。对于艾迪来说是有平局点的，对于穷人来说，如果想赢，那他们得想想怎么赢。昆虫的话，你好像能无伤，能吗？能无伤吗？能的，他应该能无伤，直接扯过来，给到一刀，打到了昆虫。佣兵这边甚至想帮忙扛一下，对，但是没有扛到，那个虫群直接收走。一森，凛月要赶紧拉走了。是的，凛月走到三连的方向，不要给烂石开这二阶。现在艾丽少了这个二阶很难受。对，而且小木屋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遗产嘛。是的。带走之后，佣兵赶紧去补木屋。最后一台用佣兵修的话，进度是不太够的。哦，他来这边的话还能再拖一下时间，因为有一个之前队友留下的一个减速盒。是的，签的时间也慢了，溜达的时间也慢了，就意味着挂上的时间会慢了。对。那下一波谁来救呢？没有那个化险为夷的情况下，其实佣兵满状态，佣兵再来救一波是一个最好的解法。但是，我刚刚暂停期间讲的这个东西来了。我可以封密码机，愣着吧。对，密码机一下就变白了，从蓝色变成了白色。对，狐狸现在是一定要吃刀把这个人救下来，保他一波二六才可以。但是吃刀的话，艾丽就有二阶了。是的，但不吃刀的话，打招针对几阶都没用了。一个护腕弹过来，拉近了一些身位。对，但是再不救的话，要那个了，扯。还是扯，没有抗。哦，有能强了吗？好像不能，密码机留了。够，对对对。是的，在虫群里再拖一下，把这个人挂上。军也会消失，那自闭那边密码机会慢一点，先走吧。对，是修不了的，因为艾丽的话，她还是可以通过一个远程蜡怪把你的密码机。先走吧，自闭，不差这一招一息。哎，自闭怎么这么走呀？这不是直接空地蜡就上了？可能就是现在81的蜡想他啊，还是打了一刀，哦、然后用那个蜡油的块去烫倒自闭，是的。倒了啊，烫倒了，但是密码机的话，对，也够了。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呀，我继续封密码机嘛，对吧？你救呗，你救我就封，你打倒你也干不了，很生气。而且所有人都会在这儿。所以说这个人是由病患来救，看一下狐狸那但是狐狸密码机会被封啊，这个人会被封的。然后病患这边还不能着急救，但不着急救他不能不着急救，对呀、啊，他救不下来的风险。对，这是个二级蜡像啊，他是个病患，不是佣兵、啊。这一趟的话他就救不了了。哎，怎么走的、啊？和有和密码机解封了吗？没解封，没解封，还是一样的。对，那继续啊，重复这个过程。不重复了，去地下室了。挂地下室了，密码机不封了，我守地下室，然后火蜡，你们谁都出不来，上不来呀、啊。好思路。看一下佣兵的话是摸了一个魔术棒，然后把护腕给了舞女。是的，舞女一会儿贴门也方便一点。因为下来的比较早， okay. 对，没有办法说在手里之前。狐狸无所谓。对，主要是这个病患，病患身上的热蜡已经。很危险了，直接亮挽留，但没打到。哎呀，艾丽这边的话，刀是被一森折掉了，一森直接交一个勾，往远处拉点，这边还能再博弈，这边有闪现，闪现不交，还不交，直接过板，交吧，交了，打到了。那这样的话，还是最终闪现留下了这个人保平了。哎呦，这个其实如果打到那一刀的话，还真的有点机会，然后这刀往大门挂，躲不了的。
可惜，很可惜，对于艾莉来讲这一局，因为蜡像的话它也能够封门嘛，对，那个门可能就真的点不了了。不过啊，保平，黄教堂，那就李明的娃娃已经放了，李明往墓地跑了。的机械师先把娃娃送，娃娃在跑，哎、娃娃在跑，夹到了吗？没夹到，看存在感，好像没夹到啊。那还夹吗？不夹了，可以边夹边逼近身位嘛。是的，你的本体肯定拉不远。李明这边躲掉了雕像，但前面这个点你要近点的话必吃雕像，那不近了，给刀吧。对，吃一刀，然后往中场，中场的话是有前锋的。是的，前锋过来准备那个了，准备撞那个交互了。哎，推走了。但还是能翻进去。他手里没雕像了。是的。果冻直接撞，咣！哎呀，金身还有三秒，很难受，非常难受。那这个继续拉点，对方确实是交了蛮多的，这个眩晕很久，里面直接拉到了另外一块窗去啊。是的，木屋窗，然后到前面木屋的话，交互夹能夹到吗？这么慢，没夹到，天哪！他放的往右偏了一下。是的，有点偏。那黎明的话，能够进到木屋的窗再去补一下，这个总能夹到了吧？还没夹到。对，又有往左偏了一下。知道了，问题在于其实是太慢。如果快一点的话，可能夹到。取悦还不太适应这个太慢。夹到了一下，对，五组雕像一个这个交互夹有点那个亏了啊。主要是这个是机械师啊，他飞轮现出来了，那四八七来了呀，四八七来了，兴奋交，哎呀，飞轮四八七，给到一刀，蓄力解他吗？解了，但是晕了，解了又没解，而且你兴奋交了，你去换追四八七，其实追不了啊，他现在磁铁非常多的呀，也要被拉走了，一个兴奋只能顶一个磁铁，是的，一个兴奋只能顶一个磁铁。对，然后你手里还有一块磁铁，我需要等九十秒都怎么去？这找谁说理去？也是我们之前说的，哎、提前下回来被夹了一下，对。可以，我觉得取悦这一局还有一些的机会，因为他现在雕像了，对，存在感拿的还是比较多的。快速击倒勘探员，然后打手椅，这边是主动走到了磁铁上，好像，但是无所谓，反正前面能不能精准的一个雕像。还是比较难的，这个地方是比较宽敞的，然后直接哇，长距离眩晕，四八七可以安全的进到下一个点位，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雕像的问题。哎呦天哪，这个勘探员绝活还是绝活呀，四八七还是那个四八七啊，现在已经三台多密码机了，现在即使哎呦我还没搏到下，对，这么一个小短板还能继续玩四八，取悦还是挺好的这个博弈啊。那这样的话直接把四八七挂上，但密码机的进度已经很多了，对，三台半，而且第五台已经在起了，对，如果前锋在附近的话完全可以选择撞救，那前锋不在附近的话就佣兵在这稳救也可以，对，佣兵更近嘛，然后但其实前锋来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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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撞救带走，兴奋没好啊，兴奋还有十五秒，第一波缺了三四秒，第二波缺了十五 秒，这兴奋带你说难受不难受，太难受了。那四八七他拉走了，不过这个兴奋倒是可以交给，可以，这边一个夹是夹到了四八七，他可以交给这个磁铁，但是又管不了小果冻的前锋，就很尴尬。这边是要直接兴奋，那这样就前锋果冻现在对两眼放光呀，哦，刚刚看到你光了，那我现在放光什么意思，直接前当果冻不存啊，果冻果冻骗一下，对，我还是果冻来了，还是撞了。果冻直接是一刀撞，但是没有扛到，但是没有关系，密码机还有时间就好了，就够了。对，现在他自己再放，直接签嘛，签了，果冻又一波一翻撞，看能不能扛到。不，这个地方是可以的，可以卡住，卡住了吗？卡住了，还给到了一刀不吃雕像。我的天哪，这个配合拉到了极致，狼队的求生者。前面丢坟场能不能？他没有雕像，对我们看四八七的话已经牵制了一百秒，然后这个地方还在骗，给到一刀吗？哎呦，哎，收了收了，给吧收了给吧，干嘛还要砸呀，骗啊，对，哦，四八七这边是，但是翻过去可以亮了呀，可以亮了呀，对、啊、亮了，然后是有一个磁铁的，然后你刚刚兴奋交过了，你是没有办法，没技能，底牌也白带了。那前面的话丢坟场，看一下四八七能不能一夹一炸，先扔一个雕像，发现四八七这边的话是先吸了一下，这边手里不够一组，合成不了一个二阶，现在是非常绝望的一个局面，取悦能不能留住四八七，还大不了切闪呗，反正就在这架着呗，对啊，切闪呗，切闪闪过去嘛，他因为四八七他有飞轮啊，也不好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四八七一个主要是地窖不会反正不在小木屋附近嘛，对，然后等待你的磁铁肯定生成的没有我的雕像快，是的，等待等切底牌，然后骗四八七的飞轮，骗完飞轮反闪进去，然后来一刀带走，这应该，但主要这个位置的话，哇，这飞轮用来躲掉躲二阶，啊，现在蹭了个，哎，哦，蹭了一个加速，蹭了一个柜子加速，
直接是打了一个换状态刀，是。同时四八七也是叙述了自己的最后一块词典。那这样的话，随着四八七的上挂，三位队友跑出了大门，让我们恭喜狼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三局鏖战啊，还是打得非常的艰辛的。对，然后今天的话，狼队的求生者发挥真的是非常好。你想打了三把，三把都是一个三跑的一个状态。是的，是的啊，狼队确实他们的求生者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其实要点名表扬一下黎明，是，我觉得他的一个状态也是在已经融入进去了吗？